陈荣福患有小儿麻痹，成年后又因手术后肺功能受损，使用呼吸器。尽管生活不便，也不放弃任何与社会接触的机会。陈荣福从事网页设计工作，同时也积极参与社会福利服务，更创立月亮星圆梦坊，鼓励并帮助更多身心障碍者圆梦。